你捌去过红豆树无？那目睭放起起，你心内浮起来迄粒豆树是啥物款的呢？对甘水龙来讲，红豆树是艺术的女神，甲理想的乐土，同时也牵连着伊深深的现实关怀。这个出世伫日治时代初期的艺术家，伊捌留学东京，后来阁去远远的巴黎游学。伊是一个优秀的画家，嘛是一个杰出的广告人。伊设计出台湾第一个企业技能系统，甲台北市中心的重要车路。伊创造真济 mosaic 大饼图，点点伫咱身躯边。颜水龙捌用各种无同的方法，决心要甲美学带入公众，改善咱的日常生活，进一步来改造世界。伫红头树，颜水龙嘛启用伊制作艺术的双手，实践一切的理想甲热情。1970年代，颜水龙搁再探访久别的红头树，搁用遮的人物、景物，创作真济经典画作。同时，伊雄雄发现小岛的自然景观正咧遭受外力的破坏，传统文化嘛渐渐消失。1982年，红头树的核废料存放场因为政府排查压力走，嘛开始运作。伫红头树的核废料议题还未加起反对风影的时，颜水龙已经渐渐完成蓝树所见。伊用画家的方式表达伊反对的意见。这幅图包含颜水龙一系列红头树图像的主要题材，伊所要表达的意思，刷甲其他的作品就无同的。伫颜水龙的红头树风景画里，日头时常是温暖佮清光，小路的日头光温柔扫过土地佮海洋，伫恬静的海面映出一影一影的水影，予人无限的希望。不过，伫咱所所见，画面里的自然光影却是忧郁佮暗淡。远远天边咧要落山的日头，渐渐沉落天脚下，亲像咧提早布置黑暗伫要来。落山的日头照伫风影滚加的海面，影影啊传送出予人不安的感觉。海岸边，搭有座的查甫人，脚只黄烂，看远的海面，敢若嘛看到红头树的未来。顺伊的视线看远去，无定你咪感受到同款的失落佮迷茫。佮远远的大海比起来，画面倒边插了角座的两只船啊，就真正是下贱佮散势。伊用关心原住民工艺的颜水龙，常常用达悟族的插角船做风景画主角。不过伫一百多年，插角船放空的边仔角，比例嘛超工缩小。面对海洋的大影，这两只船啊，嘛敢若伫咧表示因的传统文化连面要拄到的困境佮挑战。颜水龙的艺术关怀当中，台湾原住民是上界要紧的主题。红头树正正就是伊创作一系列原住民图像的起点。早伫1935年，这位少年画家就捌深入红头树，甲岛内的人群近瓦直接盘乱，佮详细考察部落人的风俗习惯佮日常图景。1970年代以后的红头树画作，颜水龙嘛日切描绘达悟族人伫冰锁时生活，甲传统工艺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。不过，伫咱所见当中，证人的表情真明显失去冰锁时的明朗甲自信。前景中两个达悟族查甫头淡淡，敢若找无话语来表达因的忧愁、惊吓甲迷惑。沙波尼一个阿母咧，甲行前的红孩仔饲奶，伊身躯边的囡仔，甲边仔角的狗仔，敢若嘛抵觉着四口围仔的沉重气氛，煞现出毋知要安怎的表情。在颜水龙的艺术生涯当中，颜水所见表达出罕见的现实批判。这幅寄予多年的故事甲情书，拢是遐尼直接坦白。这是一位自头到尾拍拼要让艺术走入现实，对人群社会发挥影响力的画家。透过这个作品，颜水龙提醒咱重视弱势族群的处境，也要珍惜家己的土地和环境。
当人类甲大自然会当倒转去永过的和谐斗阵，无定多年的种人都袂阁再淡水失志，囡仔的纯真会永远留伫咱的心内，也伫多数的日头光，嘛会永远光明灿烂。